在戏曲的舞台中有很多虚拟性的动作，比如花旦中绣活、搓麻绳，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来源于生活，更高于生活。在现代生活中与戏曲城市相结合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？俗话说，好吃不如饺子，舒服不如倒着。饺子是咱们中国人最爱吃的食物。我们又该如何化用戏曲城市动作来展现包饺子的过程呢？揉面、擀皮儿、捏褶，一招一式之间，白白胖胖的饺子仿佛就在你的眼前了。手中无物，心中有物，让观众感同身受。当烟火气遇到戏曲，生活滋味尽在招式之间。